新年来喽，看看咱这公寓红灯笼吧，平安喜乐，好事花生。我觉得这个氛围就是想让我们好好训练。这是我们公寓的一条走廊。鹏哥好，30，站好最后一班长，最后一堂训练课，加油！Okay, 年三十吃什么？牛肉汉堡。年三十才有的福利。北极贝刺身，这好像是第一次食堂有刺身，很新鲜。龙虾。东星斑。北京烤鸭。吊炮骨。把所有菜摆成一个圆桌，就是一顿非常丰盛的年夜饭了。